今天我挑战听声音数钱。啊！太过分了吧！驾驶汽车史上跷跷板，保持跷跷板的平衡。几乎不可能啊！啊！为了这个挑战，请来了五位世界冠军。这个根本不公平。素有陆战之王称号的主战坦克，砥砺前行，自强不息，挑战不可能。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挑战是人类不断前进的动力，挑战也再一次让我们审视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梦想的分量。让我们一起再度见证各种不可能的挑战，再次为生命的极限喝彩。 锐意前行，就由我定。挑战不可能，由全方位领先七座 SUV 长安福特2018款锐界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海尔成套智慧家电挑战不可能加的新可能赞助播出。挑战不可能，年轻醒着拼，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感谢本节目指定饮品东鹏特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黄金珠宝国民品牌金一提供赞助，由喜事选金一。 本节目互动奖品由清泉海拔3000米有机青稞酿造的天佑德青稞酒赞助。打开微信摇一摇，积攒挑战勋章，就有机会获得惊喜大奖。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挑战者将向我们展示他精湛的行业技艺，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大家好，我叫王东颖，来自中国农业银行常州分行。啊，一位银行的工作人员，您的工作主要是和钞票打交道？是的，我的工作一半是跟钞票打交道，另外一半是跟点钞券打交道。除了日常的工作外，我还负责银行员工的点钞技能培训。哦，所以您还是点钞这方面的教官？哎，对。 您现场能不能展示一下您的点钞手法？好，可以。请上道具。这个神乎其技啊，我一定要近距离观赏，近距离观察。首先，我表演一个单指单张。好。 哦！哎，孙杨来学习一下，快必须以慢来对比才知道有多快。孙杨老师，我教你一个速成的，把这个钱放好，然后把这个手。 压住，但是你用力一定要垂直往下压，不能斜，斜的太要移的，垂直往下压，然后把手张开，把这个钱拉上来，拉上来的时候，它这里有两条线，一定要把它给压住。压住。手指点钞做的动作是这个动作，切的动作，就是，哎，点钞的方法，速成的，就是。哦，好，这是点这个角，先让我试一下，好不好？好。 来，喂，压住。对，先压住。张开。我手太大了。这样可以了。可以了，然后就点这个。啊，点这里是吗？就用这个。好，来。哎呀妈呀！切。来。哎呀妈呀！切。你油抹多了。油抹多了。 刚刚是50张，他给一次切50张。我跟你讲，我平常数钱我真的很笨的。董卿老师厉害，起码数点声音出来。
你手快抽筋了吧？手。我们再看看另外的两纸两张，属于花式点钞。哦，哇哇，这个看起来这眼花缭乱。对对对对对，非常花俏。哇，还有三纸三张。三纸，哇，真是花式。哦，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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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纸四张是，就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但是我们要求是不能把手指头这样全部张开，就是要把它合拢了。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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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嗯，还有其他的手法吗？还有是五指五张。五指五张。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就这样。哇，这个太花俏了，厉害厉害。还有一种最快的呢是扇形，然后呢它就十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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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得还考眼力在里面啊。对，就这样打开。谢谢，我们再次谢谢冬云，谢谢。哇，精彩精彩。那您今天的挑战是挑战什么项目？今天我挑战听声音数钱。啊！听声音数钱。听声音不是来点钱，您是来听。啊，对。我听音。就是我通过听两个人的声音，同时点钞，然后我判断钞票的张数。哇，就你同时听两个人点钱，对，然后判断这各自有多少钱，对，哇，不但精英变位，还一心二用。接下来，有请点钞员出场。哇，哇，这么多个。哇，六位。点钞员都是在各自的岗位技能比赛当中的佼佼者。方玉贝、黄慧、张全，银行系统单指单张手工点钞冠军。王家威、宋凤雅、杨丽，银行系统多指多张手工点钞冠军。我们把六位请来，并不是让六位一起来协助挑战，我们非常严苛的在六位当中先进行一次选拔赛。接下来我们就要先进入最强点钞员的选拔赛了。首先我们先请挑战者移步到备战区，有请。为了让您不能太熟悉他们每个人点钞的节奏，我们还要给您先戴上耳机，因为稍后的比赛他们六个人都要亮出自己的绝招，所以我们先不能让挑战者太了解他们的招式特点。接下来上比赛道具。我们从全国范围邀请到六位点钞冠军，分别是三位单指单张点钞冠军，三位四指四张点钞冠军。我们将从两组中各选出一位最强点钞员，稍后协助挑战者完成挑战。有请我们六位点钞冠军入座，请挑战助理上保险箱。是真的人民币还是点钞券？真的，真的。你开心什么？哎，又不是你的，你乐成那样。请挑战助理为各位冠军戴上眼罩。为了防止六位点钞员看到一会儿考核的点钞数额，
首先给所有点钞员戴上了眼罩，接下来我们将请庾澄庆评委任意指定一个两位数字作为单纸单张点钞的钞票数量，请孙杨评委任意指定一个两位数字作为四纸四张点钞的钞票数量。两组点钞冠军面前均摆放等额的钞票，计时开始后开始点钞，钞票全部点完按下计时器，并写出所点的钞票的张数，答案正确且用时最少者获胜。首先我们要进行单纸单张点钞冠军点钞比赛，我宣布单纸单张点钞比赛现在开始。天哪，谢谢三位。我们先看三位用的时间，第一位点钞冠军用时13.98秒，第二位用时13.48秒，第三位用时14.74秒。接下来我们请挑战助理亮出庾澄庆评委指定的单纸单张钞票张数，数额是78。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三位点钞冠军他们点出的数字是3、2、1，请亮题板。78、78、88。哎呀，除了最后一位出现了一些小失误，前面两位完全正确。用时最短的是中间这位点钞冠军，恭喜我们二号选手成为我们单纸单张今天选拔出的最强点钞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边三位四纸四张的点钞冠军，请做准备。四纸四张选拔赛现在开始。就是人肉点钞机呀、啊。好，三位都已经完成了点钞，现在正在写下他们的数额，宣读一下各自的时间：13.08秒、10.45秒、12.67秒。请挑战助理亮出孙杨评委给出的数额是。91张，我们来看看三位选手是否能够全部准确。3、2、1，请看题板。91，91，91，全部正确。用时最少的是坐在中间的二号选手，用时10.45秒，祝贺你。
也掌声感谢我们其他的四位选手，谢谢各位，到台下稍事休息。接下来我们就将进入到今天的正式挑战，请上道具。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到今天的正式挑战环节，首先有请挑战助理将我们的挑战者的耳机和眼罩取下来，然后有请挑战者回到挑战区域。您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挑战区，来，您站中间。接下来的挑战规则是这样的。挑战规则，两位评委各自随机写出任意一个两位数字作为点钞数额，两位最强点钞员分别使用单指单张和四指四张同时点钞，挑战者需同时听两个不同的点钞声音，并准确报出各自的钞票数额，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只有一次挑战机会。哇哦，这个有点苛刻啊，而且还是不同的指法，声音完全不一样。这个是真正的一心二用啊。左右耳啊，听不同的数钞方式，我觉得这件事情实在太困难了，这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挑战。王东云，有信心吗？有。好，有请挑战者和两位最强点钞员进入挑战位。我们要请挑战助理为挑战者戴上眼罩。好，我们的挑战者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我们还是让孙杨和庾澄庆两位评委吧。孙杨的两位数将作为单指单张最强点钞员点钞的数量，庾澄庆评委的两位数将作为四指四张点钞员的点钞数量。请两位最强点钞员到这里来确认一下两位评委给出的数字。两位确认了吗？好的，请两位最强点钞员回到挑战位。我宣布挑战开始。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预备开始。哇！他们的速度越快，对我来讲是越难的。速度越快，给我反应的时间就短。他这一次挑战是凭听觉，左耳右耳不同的声音，所以这个挑战非常困难。因为两个数字是不一样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最大的难点就是同时听两个声音嘛，不知道哪边先停，我又把一边的数字给记清，然后我耳朵又不能停，给我计数的那个时间是0.0几秒。哇，好，我们两位最强点钞员已经完成点钞，接下来我们要进入验证环节，有请挑战助理。首先有请挑战者为我们报出您听到的单指单张数额是。单指单张所点的张数是他们的速度越快，对我来讲是越难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实在太困难了。
九十九，九十九。请挑战助理亮出孙杨评委给出的单纸单张的数额是。九十九，正确。哇！我们仍然还是要再用点钞机来检验一遍钞票数额。点钞机给出的数字是九十九，祝贺我们的挑战者。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挑战者给出的四纸四张的钞票数额多少张。给我计数的那个时间是零点零几秒，挑战非常困难，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八十八张，八十八张，八十八张，您确定吗？确定。必须两个数字全对，您才能够挑战成功，而且您只有这一次机会啊！您确定吗？确定。好，请挑战助理打开于澄庆评委写下的数字，正确答案是。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把最强点钞员的这一摞钞票拿到点钞机上最后验证一次。八十八，我宣布王东云挑战成功。祝贺王东云，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两位最强点钞员，谢谢两位，谢谢你们的全力配合。你好，王东云，祝贺挑战成功。谢谢。我还是很好奇，你是无意当中发现了自己这种特殊的这种听力吗？因为我是点钞教练，平时训练的时候呢，通过听他们点钞的声音来判断他们的就是问题出在哪，只要他们同时开始单指单张和多指多张点的时候，大概能够说出他们的张数。哦，王女士，你在这个银行工作多久时间了？我入行二十七年了，我自己就是练习点钞也点了，练了二十七年了。您做了这么长的培训员，有没有带出过这个高徒？我一二年我自己创造的单指单张记录是三十把九分四十二秒。三十把。三十把就是三十万。嗯，我的那个徒弟车毅2015年破了我的记录，他当时的成绩是8分42秒。哦，名师出高徒了，每一样看似轻松的功夫背后都是长期的积累训练才能得来的。就您自己可能我相信同样也会有这样一条并不轻松的道路啊。点钞呢其实是又枯燥又辛苦的，我们集训以前必须准备一大盒的那个创可贴和云南白药，因为我们要割破手拉伤肌肉。哎呀，哇，他们把这个叫流血流汗啊，血汗钱，血汗钱啊，流血流汗。但是我觉得啊，我们就是流血流汗就是为了让我们顾客的那个血汗钱就是不错一分。家里人是不是也都很为你感到骄傲？家里人一开始是不理解的，因为他心里面想，就是你手工点钞有什么好练的？嗯，你们银行不是有点钞机吗？对啊。然后你还要花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精力。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99年，举行全国点钞比赛，
选手需要集训一个多月，当时我怀着7个多月的身孕。哦，家人全都不同意我去参加比赛，但是我还是想坚持参加，因为选手跟运动员一样，他们的运动生涯是有限的，集训非常辛苦，每天要训练10小时，10分钟要点3000招，一天至少点18万次，一天下来双脚严重浮肿，必须双手撑着桌面才站得起来。事后想想，非常对不起我肚子里的孩子，让他跟着我吃了1个多月的苦，但是我的努力没有白费，那次比赛我获得了1名。家人看到我这么坚持这么努力，非常感动，现在他们全力支持我，在他们的支持下，我获得了全国点操冠军、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哇！现在他们以我为荣。啊！其实我觉得，所谓不平凡啊，就是甘愿去把一件平凡的事情重复做，把一件重复的事情认真做。我们经常说“择一事，终一生”啊。这就是一种值得令人尊敬的匠人精神，我们在王东云的身上看到了，也值得我们学习。所以对于您今天能否进入荣誉殿堂，我的回答是能。能能能，恭喜您。谢谢老师，谢谢大家。恭喜恭喜。有请王东云进入我们今天的荣誉殿堂。一天18万次的不懈练习，造就了精湛超凡的职业技能。我们在惊叹他听音数钱技艺的同时，更为他的职业匠心所打动。欢迎王东云进入荣誉殿堂。拿出手机摇一摇，参与节目互动，积攒挑战勋章，一大波奖品等你来拿。本节目互动奖品由清泉海拔3000米有机青稞酿造的天佑德青稞酒赞助。打开微信摇一摇，积攒挑战勋章，就有机会获得惊喜大奖。西藏是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但是也以奇险而著称的，就是川藏公路。在这条公路上，驰骋着一代又一代甘于奉献的勇士，他们担负着高原物资运输保障的重要任务，维系着这条连接着西藏和内地的生命动脉。而我们今天要请出的挑战者，就是来自于川藏线的天路勇士，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教练，对了，大家好，我叫霍立强，今年35岁，我是一名川藏线退役汽车兵。我叫高鹏飞，今年35岁，我也是川藏线退役汽车兵。我们两个是老乡，1999年一起入伍，2015年一起退伍，服役年限16年。我们现在都是一名公交车司机。那你们入伍16年就是在川藏公路这条线上当汽车兵是吗？对的。那你们的驾驶技术那可一定了不得。他们说这个川藏线这个路窄到什么程度，就是你汽车拐弯的时候，3个轮子在路面上，1个轮子在悬崖外边。作为我们川藏线上的汽车兵来讲，每一次踏上川藏线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生与死的考验。你们今天的挑战项目跟这个有关吗？我们今天要以我们精准的驾驶技术和高度的默契配合，驾驶汽车完成一个极致的挑战。好，好，这项挑战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现场进行，有请各位和我们一起移步第二现场见证挑战。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二现场，在第二现场巨大空旷的空间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身后这个巨大的钢铁跷跷板。这个钢铁跷跷板就是稍后两位挑战者将要面对的挑战道具。这个巨型跷跷板长26米，宽2.3米，最高点接近12米，将近4层楼高啊！挑战者需驾驶汽车驶上跷跷板，保持跷跷板的平衡。在挑战之前，为了让各位评委感受一下这个挑战的难度，我们可以先让挑战者开着车到这个跷跷板上，去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跷跷板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平衡状态。我们可以想象它的难度非常的高。我觉得它非常困难。小贺老师，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下车了，我觉得。那我们就开始上吧。可以上吧。哦。哎呦，这么坐在上面，你才发现你根本看不见底下的这个路啊！这哪是坐汽车？我觉得这起飞了。这，你们四个要不上来感受一下？在湖上。哦，小心，小心！看到脚下了。往前！哦哦哦哦哦！我个人认为，再点两下桥断了，这个平衡太难找了。这个桥很灵活的。我们停下了，现在指针是在什么地方？归零了。零，完美，完美。四位现在感受到这个挑战的难度了吧？难的地方绝对不在于上和下，难的地方在于它真正到中间的时候，找平衡的时候，因为它要不断的换挡。所以两位做好准备了吗？我们不是两个车两个人，我们是四个人四台车来完成这个跷跷板。哦，刚才说了这么半天，一直以为就是你们俩呀，两台车在跷跷板上平衡，怎么变成四台车了呢？我们今天主要是来挑战一下，用四个人四台车来完成它。所以还有另外两位挑战者。对，那两辆车和那两位挑战者呢？他们人呢？大家好，我叫周尼刚，今年36岁，我也是一名川藏线服役16年的退役汽车兵。我叫黎波，今年37岁，我也是在川藏线服役16年的汽车兵。来了四位战友，那你们四个人四台车要完成这个挑战，那难度可就不一般了。有信心吗？有信心。挑战规则如下：挑战者需在20分钟内分别驾驶4辆汽车，依次驶上跷跷板，通过他们精准的操作调整汽车相互之间的位置，保持跷跷板的平衡。当水平标尺的红色指针停在0到5度范围内的时候，我们视为有效平衡。
保持十秒钟才算挑战成功。四位一共有两次挑战机会，准备好了吗？四位准备好了。好，有请四位进入挑战位。我们可以想象它的难度非常的高，这个太难了。它主要是一个平衡，平衡的话你假如两架车是很容易的，现在你有四架车，所以你的困难度不是二加二变成四次方，太多的影响了。我是第一个车上去的，还要接应我们的第二辆、第三辆、第四辆车上来，没有任何的参照物，只能凭借我的感觉和驾驶经验，把我们这个四辆车最终达到一个平衡。我感觉这个非常难。你们准备好了之后，可以鸣笛示意我。好，我宣布，第一次挑战开始。计时开始。这个时候它的难度在于它根本看不见前面的板子。他们没有像那个有一个吊装在上面，他们没有安全保护装置吗？他要凭借感觉。好，这时候跷跷板开始。有点恐怖。哦，小心小心。哎呀哎呀哎呀，一次他还没，哎呀，又开始晃起来了。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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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向后压下去，心里面非常的紧张。我一开始看到跷跷板，其实我就觉得挺好玩。看到车子上去了，跷跷板一端呢，以一种加速度啊，直到地板的时候，会让人有一种惊吓的感觉。他要接下一辆车了。大货车上。第二辆车现在开上了跷跷板，而且这是车头对车头，哎，这很危险，这个很危险。哇，现在我们看到是交谊舞，两辆车开始跳 tango。当当当当当当，慢要慢要慢要慢慢慢慢，这个时候要很慢，稍微大了一点，对，他及时调整，及时调整，速度稳住了，非常棒。一号车很厉害啊。我们都知道，如果人站在跷跷板上，你是可以直接通过肌肉感应到平衡，但他现在是坐在车里，中间还隔了一道车的悬挂系统，所以他能感到这个平衡真的是很不容易。现在两辆车已经达到了完美平衡，指针停在了零。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他们如何接上第三辆车，看来还是一号车往前走了一点，三号车看来是要从二号车的这个方向上跷跷板。哦，现在他们用了11分35秒，时间才过去一半，所以他们完全有机会。好，三号车上来了，这个时候他们要想保持平衡很难了，一号车的动作就大了。二号车往前上，这是对的，二号车和三号车都要往前上。哇，二号车几乎都快顶到一号车的车头了。哇，一号车这时候要慢慢往后退，而且大家别忘了，
跷跷板的宽度只给他们提供了巴掌大点的调整空间，他的倒车必须非常的精准。二号、三号紧紧地跟上，如果二号、三号不往前走，一号要倒退的距离就太大了。平衡改变了，一号又开始再往中心位置调整，又要归零啊！他们每次上来一辆车都要现在的平衡在零度到五度之间，真厉害。好，他们又一次实现了一个完美平衡。他们现在还剩最后一辆车，现在他们利用这个跷跷板慢慢的，哦，四号车现在要上去了，挑战的终极环节即将到来，但四个车就要都要调整了。跷跷板长26米，当四辆车全部驶上跷跷板后，每辆车前后可移动空间仅有1米左右。对于挑战者汽车驾驶综合能力、控制平衡的能力，以及每个队员之间的信任默契程度而言，这项挑战无疑将是一次极致的考验。三号车准备倒车。自己一直在川藏线，什么路段都跑过，比这高的都跑过，但是川藏线的话是静态，这是动态，这晃起来心里面还是有点怕，有点畏惧。看到三号和二号同时在往后退，哦，这个跷跷板发出了声音，他们感受到了这个汽车给不同的地方造成的压力。现在一号、四号往前进，很快跷跷板应该就会发生变化。这个难度呢，因为它的斜度、坡度、高度，所以这个车的性能很重要，它能够爬高，刹车要紧，然后换挡要快，再好的工匠都要有好的工具，所以这是一定要配合。四号车前进，四号车再前进一点，现在距离挑战结束还有2分半钟的时间。起来了，起来了，现在一号车和四号车我觉得也就10公分了。一号车是整个平衡的灵魂。灵魂。已经接近胜利了。已经接近胜利了，现在的度数在0度到5度之间。现在距离挑战结束还有1分钟，现在是0度，计时，10 9 8 7 6 5 4 3 2 1挑战成功。
准准的卡在零度，太棒了，掌声送给你们。刚才也是太惊险了，我直到现在为止都感觉是四个字，劫后余生。啊，高鹏飞，你在川藏线上当了16年的汽车兵，那么你和你身边的这些战友有没有经历过那些生死？这个对于我们川藏线上的汽车兵来说，可以说就是家常便饭。我记得有一次，当我们走到德玛拉山的时候，前面的路突然没有了，留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条河流，而且水流相当的湍急。怎么办？前方的将士们还在等着我们的物资，那么我们连队迅速调整尖刀车下去摸路。当我的车辆走在河中央的时候，突然陷住了，然后我们全连的兄弟全部就跳在这个冰冷的河水当中，推拉前面拽，忙了大概有4-5个小时把我从这个河里面拽了出来。当时我是非常的紧张，也非常的害怕。其实川藏公路是一条艰险的公路，但是它也是一条光荣的公路。在二郎山最险峻的那个路段，为了那条道路的铺设，每公里就有7位军人的生命。川藏线是当年11万居民通过人背马驮手凿，一边打仗一边修路的，以付出了2000多名官兵的生命为代价，于1954年建成通车的。老一辈川藏线汽车兵们，他们当时上高原的时候，都是随车带着铁锹和十字镐，一边修路一边搞运输。到了我当兵的时候，也就是1999年，川藏线经过几次的修整，已经有30%左右是柏油路面了。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这个道路状况已经很好了。到现在为止，川藏线上已经基本实现了全线的柏油路，特别是在几处大的塌方区和一些危险路段，现在都已经修成了隧道。60多年来，我们川藏线上的官兵孕育出了艰险多、下不倒、条件差、难不倒、任务重、压不倒的川藏线精神。我觉得无论是你们曾经奔赴在生死的边缘线上守卫国土的安危，还是如今穿梭在城市的道路上为老百姓送去一份便利，我们感受到的都是军人退伍不退色的精神。所以对于你们今天能否进入我们的荣誉殿堂，我们最后的答案是能。有请霍立强、高鹏飞、郑军刚、黎波步入我们今天的荣誉殿堂。向左转，起步走！一路前行，一路挑战，数十年来风雨无阻，奔赴在川藏线上的汽车兵们，手握忠诚和责任，用青春和热血，架起了一条生命的补给线。他们无愧于勇士的称号，让我们欢迎川藏汽车兵进入荣誉殿堂。拿出手机摇一摇参与节目互动，积攒挑战勋章，以大波奖品等你来拿。本节目互动奖品由金泉海拔3000米有机青稞酿造的天佑德青稞酒赞助。打开微信摇一摇，积攒挑战勋章，就有机会获得惊喜大奖。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下一位挑战者。Hello， 大家好，大老师啊，大老师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大家好，我叫王英豪，今年24岁，我来自上海。几位评委老师可以跟你们来做一个小游戏吗？来 ，OK， 好，
最喜欢近距离玩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袋子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是 Magic Cube 魔方，魔方对不对？请问一下，于轩庆老师，你之前有玩过魔方吗？有啊，从来没有成功过。我会弄乱。会弄乱。OK。我这里拿了一个纸袋子，可以你检查一下这个纸袋子有没有什么问题之类的。对，没有。有没有问题？可以看一下。没事。我们可以。谢谢。其实这个魔方呢，跟大家常见的魔方有一些不一样。它叫做二阶魔方，因为它是二乘二的。大家平常平常见的可能是这种三乘三的三阶魔方。对，三阶的多。那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个魔方呢，先把它六个面先随便转乱一下。好，接下来呢，我呢会把这个魔方放到这个纸袋子里面，我们看一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好，我现在先接下来把它放进去，然后这个魔方就不见了，你相信吗？你是变魔术的？你相不相信？我相信他不是变魔术的，因为魔术师手不会抖的。对，他现在抖得很厉害，他很紧张。如果不是魔术师，我就不相信。不相信？你说他不见了？不见了？你可以看一下，你可以拿出来看一下，还在吗？对，在吗？刚才那个打乱，但是已经排好了，一定。可是我一转就把它转回来了。哎，他不是打乱了吗？他的手放进去，他就把它复原了。因为我看你刚刚复原了吗？他只有这点时间，就是放进去的那一会儿会儿，然后倒了一手。只有这一种解释。董庆老师你好，请你帮个忙，就是把这个魔方先随意打乱一下，可以吗？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干回老本行的意思？对对，你还得说一句，见证奇迹的时刻。对，可以吗？好，可以，谢谢。手法非常娴熟。接下来呢，我等一下在还原过程中，我不会去看这个魔方。等一下，在我开始之后，大家可以来帮我数三个数，看看我能不能在三秒钟之内把它还原。就这样不看。好，三二一啊！好，准备开始。三二一，哇！我们看看他给李博士出什么题。李博士，你可以随意的打乱。我是不可能知道你会打乱成什么样子，对吗？对。随机打乱，可以了吧？可以了。OK， 谢谢。接下来我会将这个复原的魔方，我会打乱一下。好，我先把六个面都转乱一下。你是在按照自己的规律打乱吗？对。好，我先把它打乱一下。然后打乱之后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魔方跟李博士刚才打乱的魔方有一面是完全一样的。那有一面可能大家觉得是巧合，我们可以看第二面、第三面、第四面。第五面、第六面完全一样。他用一个还原的魔方，把它变成跟您一样的魔方。他就那一眼，记忆力也好。记忆力。孙杨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会玩魔方吗？我玩过，但跟哈林老师一样，从来没有成功过。但是我可以教你一个绝招。那这个魔方就是刚才我们李博士三十秒之间刚刚打乱的这个魔方。对。对。然后呢，非常简单，就是我等一下把它这样子扔给你，帮我接住就可以，可以吗？好，好。我们准备三二一。哇哦！我们看一下，孙杨老师还原了魔方。所以是你厉害。谢谢英豪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开场展示。王英豪，二阶魔方速拟亚洲纪录保持者，获得过78块金牌，曾经16次打破魔方中国纪录和亚洲纪录，连续4年中国魔方综合排名第一，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魔方全能王。今天我们为了这个挑战，从全世界各地请来了5位魔方的世界冠军和王英豪同台挑战，掌声有请。他们分别是来自美国的 Nathan， 至今仍是魔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曾经获得过45块各类比赛金牌。来自日本的福建有史，他是日本知名的魔方冠军，获得过53块各类比赛金牌。来自西班牙的 Albedo， 是世界魔方协会西班牙区的官方代表，获得过84块各类比赛金牌。来自英国的 Daniel， 他是3次打破世界纪录，获得125块各类比赛的金牌。以及最后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 Felix，连续7年称霸世界魔方第一的宝座，
目前已经打破110项魔方世界纪录，拥有380块各类比赛金牌，被魔方界尊称为飞神。五位世界高手，顶级高手，今天全部聚齐了。我们等一下会挑战很多种魔方。有哪几种魔方的话？有非常多种。先是单说数量的话，从二阶、三阶到四阶。对，其实最高阶目前会有19阶魔方这样子。那好大一个、啊。19×19×19。那得捧着这么玩。所以，这个挑战的难度应该是相当大的。所以我也想问一下飞神，面对今天这样的一个挑战，你认为挑战的他胜出的可能性大吗 ？I want to say yeah, good luck to Yinghao and good luck to all of our team. We want to all try our best. But with 5 people against 1, it might seem a little bit impossible for Yinghao to win. We'll see how we go. Good luck. 这个回答当中其实也带着一点点的压力。所以这样的一支队伍要想挑战成功，对于Yinghao来讲确实有一定难度。好，接下来请上道具。请听挑战规则。挑战者王英豪将以一敌五，对抗5位魔方世界冠军。双方将依次还原金字塔魔方、斜转魔方、3阶魔方各5个、4阶魔方2个及5魔方1个。5位世界冠军将以接力的方式分别还原其中一种类型的魔方，挑战者王英豪则需还原所有魔方。全部还原成功且总用时比国际战队短，即为挑战成功。这个根本不叫挑战不可能，你叫挑战不公平。你这样对他公平吗？你挑战5个人，这个在时间的限制，那挑战就比较困难了，简直不可能。太难了，这个挑战。2阶好像没有是吗？没有2阶，对，没有他最擅长的这个。对，可能那个三阶的那个可能还会好一些，但是那几个我觉得确实太难了。希望英豪今天可以加油。为了挑战公平公正，今天我们节目组还特别邀请了来自世界魔方协会的国际裁判 Chris 和裁判常方圆，对挑战的全程进行监督。同时我们还有专业的魔方操作手来到现场来协助我们的挑战。首先在正式操作之前，我们有请挑战助理给所有的挑战者戴上耳机和眼罩，同时让我们的挑战者背对舞台。现在李博士，您可以上来挑题。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两位裁判提前准备了10套魔方打乱公式，将由李博士从中随机抽一套公式，再交由4位专业魔方操作手根据公式进行打乱魔方，以保证双方的魔方打乱的规则是一致的。两位裁判，请宣布一下你们检查的结果。On inspection, both sets of cubes are correctly scrambled and of equal difficulty. 好。挑战助理将2套魔方放入2对挑战区的魔方盒中，并关好盒盖。为保证比赛公平，避免双方选手提前看到魔方，当挑战正式开始后，下一组选手需等待前一组魔方复原完成，按下按钮后，下一组魔方盒才可开盖并开始复原。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摘去耳机和眼罩。裁判，我们的挑战可以开始了吗？ Hi guys, are you ready? Yes. Say. 英豪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现场观众，请各位在他们挑战的过程里一定要保持安静，因为他们需要专心致志，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发出特别的响动。现在我们先把掌声给他们。接下来我宣布挑战开始。
开第八秒，王英豪就率先完成了第一个金字塔魔方。魔方是排列组合，块数越多越困难，要体力、脑力跟技巧的结合，所以是个很不容易的挑战。丹尼尔完成了他的第二个魔方，而王英豪已经完成了第三个，目前暂时领先。在一开始拧这个金字塔的时候，我的状态也并不是特别好，但是慢慢的拧完前几个魔方之后，我就进入了自己的状态，我感觉比平常会快一些。太快了！国际队的内森目前开始了第二组斜转魔方的复原，但是王英豪已经比他快了将近八秒。人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很容易疲劳，体力、脑力都会疲劳。脑筋的反应会慢下，假如配合不好，你就手动不快。挑战五个人，我不看好。王英豪率先完成了斜转魔方的复原，内森紧追不舍，大概只落后两秒左右的时间。现在到了飞神了，飞神，哇，这个手速完全看不清楚。飞神追上来了，王英豪的手速稍微慢了一点。因为第三个是现在的世界冠军，他给他追回来了，我们中国选手反而落后了。其实落后于他是在我预料当中的，但是我要做的就是能够紧紧地咬住他，缩小我和他的时间差距。我觉得他们有点像无影手，他们已经不太用思考了，需要思考的人往往速度就会慢一点，那个不思考的通常已经是把所有的变化套路都已经滚瓜烂熟了。飞神真的是厉害，把前面的人救回来，超越了王同学，王同学下去就很难上来。在前两关中持续领先的王英豪，在第三关中被对手菲利克斯连续反超，接下来王英豪还能完成挑战吗？飞神提前我完成了第三关，我有点紧张，因为在后面两关你不可以犯任何一个错误，任何一个错误都可能导致你比赛的失利。日本选手福建优势已经完成了他的第一个魔方。王英豪紧随其后完成了第一个，两人目前时间差距在十秒左右。当我拧到最后两关的时候，我的手可能渐渐的有一些疲劳，我只是希望能够专注于复原的魔方，能够尽快的完成这个挑战。经过前三关的连续挑战，王英豪的体力和脑力已经大量消耗，接下来的两关王英豪还能否稳定发挥呢？漂亮，王英豪反超了日本选手福建优势。日本人蛮牛，对。在第四关中，王英豪反超日本选手福建优势，赢得先机。最后一关中，王英豪能否稳定胜局，赢得比赛，我们拭目以待。应该最难的就是那个十二秒，十二秒。
我的这个角度可以看见每一位挑战者他们双手的动作，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星球上的人，就感觉他们的手指头可能不止十根，因为动起来的时候他们那个魔方感觉是在他们手上在转，人家是哇，我真觉得太厉害，世界级的水平。好，挑战结果如何我们还要请裁判现场进行验证魔方还原的情况以及宣读双方各自的用时。经过国际裁判的检查验证，挑战者王英豪和五位世界冠军均准确无误地还原了五组魔方。还原时间是5分16秒06，成绩有效。Yinghao used 4 minutes 56.75 seconds and completed all of his cubes. 我宣布，王英豪挑战成功。一开始，其实在我看来，这真的包括像孙杨，我们分析都觉得这个挑战的难度太大了。一个人要完成5项，而且对方是接力完成，所以对他来讲，脑力的挑战、耐力的挑战、速度的挑战，没想到最终王英豪面对如此不可能的挑战，还是圆满漂亮的完成。再次把掌声送给王英豪，也感谢我们5位世界冠军和我们一起完成了一次精彩的魔方展示，谢谢。谢谢各位，也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2位裁判，谢谢你们，谢谢。Felix， 感觉王英豪今天的发挥怎么样 ？His performance was absolutely fantastic. Yeah, he did very, very well in all the categories. 其实，在刚才挑战的过程中，飞神真的不一样。在前两个王英豪明显领先的情况下，飞神把时间抢回来了，飞神超越他了。对，但是飞神接过来的时候是落后的，那个时间并不是最好的时间，但是飞神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把时间反超了。我刚才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当英豪率先完成挑战之后，我觉得阿尔贝特的情绪受到了一些影响，似乎有些泄气，所以手上的速度慢了。如果他一直能够保持之前的一个速度的话，可能就不是这个结果了。再次掌声感谢5位，谢谢，谢谢你们的参与，也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展示，谢谢你们。你玩这魔方得有20年了吧？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玩这个魔方有8年多的时间，从我15岁差不多开始玩。其实当时也是一个偶然吧，就是看到我的同学就是在那玩魔方，因为其实之前我觉得这魔方是不可能还原的，非常好奇，然后我就自己买了一个魔方，然后去研究啊，结果发现我学习这个解法之后我也可以做到，然后我就想要追求更快的成绩啊，在这8年期间我就每天这样子不断的练习，我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进过这个5分钟，所以说今天也可以说是创造了我的一个最好的成绩。那英豪，我不知道你现在从事的是什么工作。我呢，就是做一些魔方的教学，还有一些普及推广的工作啊。您对于魔方今后，你会把它当成就是你自己最热爱的事业，会一直流传下去吗？我希望可以能够跟他成为就是一辈子的朋友。在很多人看来，魔方只是很普通的，作为孩子来说可能是玩具。我觉得很多人就觉得魔方只是一个玩具，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像我们找回这个初心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相信我在很多年之后，我会依然记得在8年前我第一次复原魔方的这个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所以我只是希望能够完成我关于魔方这个小小的一个梦想。对，这句话非常感动我，因为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样，可能在若干年之后可能会离开泳池，那么终会有这一天，但是跟你一样有一个情怀，希望把我自己毕生在游泳学到的东西那么可以传承下去。他今天的表现我很 impress， 你表现了我们中国人的伟大的毅力，也代表了我们中国人的能够在世界上变成最强的国家。谢谢谢谢李博士，所以我说他能，能，能，谢谢老师，谢谢。好了，
我们要恭喜英豪，谢谢，恭喜你进入我们的荣誉殿堂。好，谢谢各位老师。小小的一个魔方，却是风靡全球的一支竞技项目。王英豪通过千万次的枯燥练习，不断突破自我的极限，最终收获了令人惊喜的荣耀。让我们欢迎王英豪进入荣誉殿堂。在历次重大的国家的阅兵当中，我们的主战装备都是最吸引人眼球的。当然，这当中每一次都不会落下一个身影，那就是素有陆战之王称号的主战坦克。接下来我们这个挑战项目就和主战坦克有关。这个项目我们放到了坦克专用场地，请看。哇哦！哟哦哦哦！我的个天！什么叫如履平地？帅！什么叫气贯如虹？哇！哎呦喂，停得分毫不差。各位观众大家好，梦想成为坦克兵的百克利向各位致敬。首先来汇报一下我的位置。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陆军装甲兵学院。这辆坦克呢，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96A 坦克。它曾经参与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国庆阅兵仪式，接受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它最远代表中国军队远赴俄罗斯，参加过多次坦克两项大赛。最高呢，爬过高原，所以这是我军跑得最远、爬得最高的坦克。太厉害了，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的挑战者。啊，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李东，来自四川。李东，陆军装甲兵学院教练团上士，军龄10年。今天咱们的挑战项目是什么？今天我要完成的挑战项目是坦克漂移，精准入库。漂移。哇、wow、刚刚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最高票房纪录的电影《战狼二》中，有许多让人叹为观止的坦克漂移画面。今天的挑战将这些精彩的表现真实直接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挑战者李东入伍10年，坦克已经成为了他最亲密的伙伴，他将和他的坦克兄弟一起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坦克全长11米，整个场地长度为38米。挑战者从100米外的跑道，依次将3辆坦克270度漂移停进车库，即为挑战成功。碰到任何标志物，挑战即为失败。能这么玩吗？坦克？哇！尽量不要有损害国家财产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接下来呢，这个坦克我们会把它开走，替换一个玻璃。来，工作人员，请把我们红色的板换成玻璃镜面。哇！在保证距离不变的情况下，坦克停靠的首尾两端被替换成了玻璃板。挑战者要操控超过40吨的96A 型坦克，完成准确的漂移入位。稍有不慎碰到玻璃，挑战即为失败。主持人，你愿意和我一起上坦克体验一下漂移的感觉吗？我可以上吗？可以。太好了。
李东，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第一次挑战，来吧。来，加油。甩出来！紧贴着玻璃板，哇哈哈！百克力估计都吓得尿裤子了，就离得这么近，不要装了，百克力，这可能也就是半米四五十公分的样子，四五个的吧？哇，太棒了！这样，我们来一个激光笔，我们来测一下你实际的距离。李东出色的发挥，为后面两辆坦克留出了充分的空间。在第一辆坦克入位之后，算上坦克尾部空出的距离。剩下的空间还剩26米，我们将用玻璃墙标志出第一辆坦克的空间位置。每一辆坦克的漂移都关系到整体挑战的成败，李东能挑战成功吗？现在李东马上要开始第二次挑战了。刚才我站在后面，可能他会有点紧张，因为他可能会顾虑我。这一次李东是完全放开了，我们来看看他第二次的感觉怎么样。出速度其实非常快，但是在坦克上感受不到这样的速度。千万不要把这个玻璃撞碎。熄火了，哇！如果我没有看错，这个距离是不是要比第一次还要再窄一点啊？李东已经漂移入位了两辆坦克，给最后一辆坦克成功留出了13.5米的空间。但最后一次漂移，加速距离更短，转弯半径更小，难度也最高。在训练中，李东还没有一次完美的成功记录。这个太难了，因为它前后都有障碍物，会影响我这个视觉的判断能力。现在李东马上要开始第三次挑战了。现在前后两边都有障碍物，这是最后一次挑战，也是难度最高的一次挑战。这么短的距离，他该如何漂移？加油，李东，加油！
270度转过来，加油了，李东。哎，放弃了。怎么回事？有问题吗？需要调整一下，这个确实比较困难。那我需要100%进去。好的，你再仔细看一下，前后都有障碍物，只要碰到就算挑战失败。我不是给你压力，我只是让你再次明确规则。加油！耶、yeah, ，加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难度的挑战，因为前后都有障碍物，只要碰到就算挑战失败。李东始终没有下决心开始最后一次的漂移，在如此小的转弯半径下，他能否成功？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注视着这位老兵和他的坦克兄弟。刹车点，刹车，加！啊！呀！哇，火花都冒出来了。我是第一次看到能把坦克开成这样的画面，而且确实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掌声有请李东入场。大老师好。各位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李东，今年28岁，来自四川，现在是陆军装甲兵学院教练团一名坦克教官。好，漂移坦克啊，是你们平常训练的课程之一。像我们在作战的情况下，坦克漂移能充分发挥我们坦克的机动性，对，而且能使坦克快速灵活地通过复杂地段。假如在战场上能够做出这样的一次机动，可能就是一次发现为宜，也可能就是一次绝地反击。刚才那么多战友在旁边看的，能完成这个动作的大概有多少人？目前我知道的只有一位，叫李东。是的。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战狼二》，我们看到那个《战狼二》当中也有一些非常惊险的、精彩的这个坦克漂移的镜头。它那个电影里的和你平时操作的是一样的型号吗？电影里面的坦克型号是59D 坦克，算是比较这个老式的一些装备。但我漂移的坦克是96A 坦克。我们学院最先进的坦克就是我们的994坦克。所以真正如果作战的话，都不是你的对手是吗？如果我和我战友来操作的话，以电影里面的场面，将会是一场漂亮的团灭。哇！刘总，就是他们加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
全体歼灭，全灭，对，所以真的是有底气才能说这样的话。所以你现在已经是教官了吗？那你平时还参加训练吗？为了这个不断的提高自己，我现在努力在学习新装备，因为我们现在学院最好的装备是994坦克，我不能一直停留在原地，我得不断的前进。刚才李东介绍你是四川人是吗？来，是的，老师。那这样的话，你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可能也很有限啊。我入伍十年来，我陪伴家人的时间非常少。我从小的时候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爷爷奶奶把我培养长大。爷爷奶奶有看到过你开坦克的那个帅气的样子吗？没有。但我想，作为从小把你抚养成人的老人家啊，可能你只身在外也是他们最大的一份牵挂了。我们今天节目现场呢，也特意这在你来之前去老家录了一段二老的视频，看看他们想对你说些什么，好吗？东东，你还好吗？今天我才看到你在开坦克，我婆婆高兴。你打电话说我身体好不好，我身体现在已经好了，我有按时吃药，现在又能起来了，每天要加衣服就加衣服。你跟你爷爷两个生活可以开得好，你有放心，一个人只保住你的身体。爷爷身体不太好是吧？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干活的时候受过伤，就一直没有医好过。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爷爷奶奶，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干的。李东自己的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梦想？我对自己的未来要求就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开坦克教学员是我的责任和使命，如果祖国需要我能第一个上，这就是我现在的想法。如果祖国需要我能第一个上。其实李东今天的挑战只是他过往十年艰苦训练的一个展现，作为一名军人，在他的肩上有更重大的使命，就是捍卫国家的安全，捍卫人民的权益，为此他愿意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就像现在网上很流行一句话叫所谓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我们也祝愿你在新的时代，在实现新的强军目标的过程当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对于你能否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我的回答是能。能。谢谢老师。我们有请李东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但是和平一定要有实力才能守护，而你们是真正和平的守护者。挑战成功！祝贺李东挑战成功！挑战不可能节目同名书籍已经正式上线，拿出手机参与微信摇一摇，就有机会获得节目同名书籍折扣券。欢迎登录微博参与挑战不可能话题互动。感谢扎克新闻客户端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